我冰淇淋呢？我没时间做。你有时间给别人做，没时间给我做。你没看这么多人吗？我说的是前两天。前两天我也没时间，我在帮朋友求婚呢。帮朋友求婚？对啊，那事儿我负责。 我有女朋友吗？可以让她帮你做。说，是不是把我冰淇淋？你怎么还自己吃上了？有规定说我不能吃吗？倒是没规定，但我还没吃着呢。哦，那我再给你做一个。哎，不用，你喂我一口就行了。先生，你喝多了，我给你做一个。我说了不用，就吃你这个。哎，你干嘛？嘿，拿个小螃蟹，我看你像个小螃蟹，别害羞嘛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再这样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就是让你对我不客气，客气才是小螃蟹。哎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啊！你放手！不放！我让你放手！来劲了是不是？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你谁，你松手！放开！没事，你动他一下试试。放开！刘总，你喝多了。你才喝多了呢。米总，我已经给你们面子了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客户的呀？为了个小服务员得罪我，值吗？刘总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，您就不要在这里闹事了。有多重要呀？你们不就是个做破飞行器的公司吗？没有我们万鑫给你们做设计，你们产品能按时上线吗？我现在宣布，正式终止与你们万鑫公司的合作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让你滚呢。行，啊，你们给我记住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行了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啊，到此结束，大家都散了吧。